欢迎欢迎。我中秋最难忘的是，因为有一年我们过年不能回家，所以只有中秋的时候能回家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就是能和家人团聚的日子，真的就是特别的好。潇潇，你能吃？嗨，潇潇，我白问吃完了哈。我想着女孩子要减肥什么时候？潇潇，你的那边。那边已经说再来一盘，还有吗？看到哥哥姐姐们都送上这么好的中秋贺礼，我也准备了一份薄礼，然后在这里献给在座的各位。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飘泊白云外，呼开欢喜爱恨，在心间难逃被你。哎呀，这个中秋佳节花好月圆的日子为何舞得如此凄凉呢？就是你的龙被我抢了。没有，一般说到中秋节不都一般会想到嫦娥姐姐吗？就是说嫦娥姐姐跟自己最爱的人后羿就一生都见不到，所以就觉得还是蛮凄凉的。哦，有这么一个故事在。哦，用乐高拼俩吧。嗨、hey。